是打劫！打劫！停车。还有东西吃吗？没了，昨天晚上就吃完了。小马，把这些银两还有吃食拿去分给他们。是，郡主。来来来，快来，都有都有，别着急。谢谢啊。你的你的，谢谢谢，慢着点。谢谢。哎，你的，谢谢，拿好。谢谢。你的，谢谢谢，拿好。谢谢啊，谢谢大人。你的你的。总说着天灾人祸，如今没有人祸，天灾倒是不断。希望咱们的善堂赶紧建成，好给他们一个短暂的栖息之地。都有，别着急。咱们尽人事就好。老天爷看我们这么努力，一定会善待我们的。嗯，谢谢啊，真是大好人了。谢谢啊。小马，啊，马车上可还有水啊？骏马，你看，饿死了。这水也没了，吃食也都分出去了。看来今天我们也得饿肚子了。老天爷看到我们这么努力，也是会善待我们的。东管家，董家的马车。董管家，这不是迦南郡主吗？啊！哎呀，有幸在董府见过郡主。哎，郡主，哎，你们怎么在半道上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那什么，可以向你们借一些粮食跟水吗？哎呀，有有有，我呀这就去取水。啊，好。是打劫！大姐，大姐，哎呦，军，别动啊！军们，救我！你们把货物和食物留下，留你们小命，否则，哎呦，笑什么笑啊？严肃点，我们打劫呢。我认识你，你不是什么刘匪。我看各位兄弟也不是什么山匪之流，应该是被生活逼迫至此。可是如果一旦杀人犯法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我们不想杀人，只想要钱。对，只想要钱，要钱，要钱，不想伤人。王宁，我看不要跟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废话了，你往后撤，我来解决。不是，如今这世道凶险，我相信大家本性不坏，可能是走投无路了。大家所求无非就是一顿饱饭，一个落脚地。要不这样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处，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，大家各凭本事，怎么样？去处有这等好事？我们在秉州正在筹建一个善堂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拿着我的印信前去，等你们到时候有了好的去处再离开也可以。那您竟然就是迦南郡主，大家快跪下，叩谢迦南郡主大恩呐！叩谢迦南郡主大恩呐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。